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这段影片来介绍 Regular Language 的封闭性。什么叫 Regular Language 的封闭性？好，就像这一边呢、它这里有一个问题，它说如果 L1 跟 L2 都是 Regular Language 的话，那么 L1 跟 L2 做连级是不是也是 Regular Language？好，那这里说答案是 yes 啦哈。好，那如果任何两个 regular language 做连级，也保证是 regular language 的话，那么 regular language 对连级就有封闭性，好，那所以这小节我们先来介绍，那 regular language 对哪一些运算是有封闭性的哈。好，那这里定理 4.1 哈，他说好，那 L1 跟 L2 是 regular language 的话，那么 L1 跟 L2 的交集， L1 跟 L2 的连集， L1 跟 L2 做 concatenation， L1 的 complement 以及 L1 star， 它们也都会是 regular language。 那么也就是说 regular language 对交集、连集、 concatenationComplementation 跟 star closure 都是有封闭性的。好，那这个怎么证明？其实有一些蛮好证的啦。好，我们用 R1 当作 L1 的 regular expression， R2 当作 L2 的 regular expression。 那他说 L1 连接 L2， 它的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 R1 加 R2。OK， 没错哈，理论上就没有错了哈，所以当然你可以把它的 regular expression 找出来，它当然就是 regular language。 所以 regular language 对连级就有封闭性。 concatenation 也很简单，就 R1 接着 R2， 就是 R1 跟就是 L1 跟 L2 的 concatenation 的 regular expression。同样的道理 ，L1 的 star closure， 那就是 R1 star， 就是 R1 star 哈，所以这三个是非常容易证明的，非常容易证明的哈，那好，剩下其他两个，好，那其他两个也还好 ，complementation 哈，就是本来会 accept 的那些字串变成不 accept， 本来不 accept 的字串变成 accept 哈。所以他这时候他就用那个 DFA， 他说如果 M1 是 L1 的 DFA 的话，那把 M1 稍作改变啊，稍作改变这是什么？他说本来的 final state 就变成不是 final state， 本来不是 final state 的那些状态全部都变 final state 啊，其余的部分都不变，这样子他就变成 accept L1 的 complement 的里面的字串，就没有错啦哈，就想起来没有错，所以其实它证明也算简单哈。好，最后 intersection 就交集啦。好，交集的部分啰嗦一点，那但是其实也还好。他说如果 M1 跟 M2 就是 L1 跟 L2 的 DFA， 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计另外一个 automata 哈，另外一个 DFA。 好，然后这时候它的状态就是它的状态就是由原来 M1 跟 M2 的状态做 Cartesian product， 做 Cartesian product 哈，那所以它的反正就是 M1 里面的状态跟 M2 里面的状态做任意组合，做任意组合哈，然后那个 M1 的 initial state 跟 M2 的 initial state 所组合的那个状态就是新的 DFA 的 initial state。然后transition function也跟原来一样，反正原来的那个两个 DFA 它怎么做哈，现在新的 DFA 用两个状态组合成一个组合成一个状态，它也跟着怎么做，反正最后这两个状态有办法让他们都走到 final 的时候才 accept， 才 accept 哈，所以新的这个 DFA 所 accept 的字串保证在原来两个 DFA 都 accept， 这个新的 DFA 所 accept 的字串就是原来两个 DFA 所 accept 字串的集合的交集，我既然可以把他们的交集的那个 DFA 找出来，所以
这一个他教起的结果当然也是 regular language 哈。OK， 那所以这边就证明结束。Hey, regular language 对对交起、连起、concatenation、complementation 跟 star closure 哈都是有封闭性的。那后面他提供另外一种证明方式，他说前面的证明方式我们大约就是真的去把 regular expression 找出来，或者把那个 final automata 找出来，嘿啊，或者当然前面没有用到找那个 regular grammar， 嘿，这三个你都去至少找出一个，这种证明方式我们称它叫做 construction proof， 嘿，建构式的证明，然后就是说你真的去找出来。那下面他说如果我们不刻意一定要用 construction proof 的话，嘿啊，其实交集的部分也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证明。啊，你说，哎，啊，这样子就可以说它是 regular 吗？可以啊，嘿，因为 regular language 对 complementation 有封闭性，嘿啊，所以而且对连级也有封闭性，对 complementation 也有封闭性，所以 L1 跟 L2 如果都是 regular， L1 的 complement 跟 L2 的 complement 也都是 regular， 嘿啊，两个 regular language 做连级也是 regular， 然后一个 regular language 做 complementation 当然也是 regular， 嘿啊，这个合起来就是 L1 交集 L2， 嘿，所以就可以得到 L1 交集 L2 也是 regular language 哈。好，那所以有时候证明方式很多种，然后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 construction proof。 好，下面好，那下面我们也可以用那个用类似交集的做法来证明 difference， 嘿， regular language 对差级哈，就是两个集合相减，嘿，这种运算也是有封闭性。好，那他就用下面的式子啦哈，他说那个 L1 减掉 L2 哈等于 L1 交集 L2 的 complement， 嘿，因为 regular language 对 complement 对交集都有封闭性，所以对相减哈对 difference 也显然也是有封闭性哈。 OK 啊，所以有这么多哈。好，再来，嘿啊，所以他哦，再来一个，他这个前面其实讲过了哈，嘿，我们说其实 regular language 对 reverse 对 reversal 哈是有封闭性，所以 reversal 就是把这个 regular language 的每一个字串把它前后倒过来，嘿，把它前后倒过来啊，他说这个其实前面 exercise 曾经证过，嘿，你就去找一个如果就是你给你一个 regular language 啊，我就去找它的一个 NFA 出来，而且这个 NFA 只能有一个 final state 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其实这个还蛮容易找的。嘿，反正你找出 NFA， 如果它不止一个 final state， 你就把这些 final state， 你就再多画一个新的 final state， 然后把从原本的 final state 各加一条 lambda 的边到新的 final state， 然后原先的 final state 全部把它弄成不是 final。嘿啊，这样子弄完之后就只剩下一个 final state。 好，那这个弄完之后啊最后一步就是把 final state 当作 initial state， 把原本的 initial state 当作 final state， 然后把每一条边的方向倒过来，嘿，新弄完的这一个 NFA 就是L 的 reverse， L reverse 的 NFA，L reverse 的 NFA 哈，啊，既然可以找得出 NFA， 所以它也是 regular language， 嘿啊，所以对这种 reversal 嘿也是有 cross。好，那后面它再多加两个运算，嘿，一个叫 homomorphism， 嘿，而且 homomorphism 好像有点类似做字串的取代啦哈，嘿，他说啊哈，他就多给一个函数，嘿，多给一个函数把原本的字元对应到另外的字串，嘿，对应到另外的字串哈，嘿啊，就是说如果原本，嘿，这个叫做 homomorphism 的哈，它这里的那个对应方式，嘿，那他就说 regular language 对这种 homomorphism 的运算之后也保证是 regular language 啊，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啦哈。嘿，他举个他这里设定的啦哈，他说如果sigma 是 AB 哈，然后 HA 是 AB，HB 是 BBC， 嘿，那
ABA HABA 就是 ABBBC AB ABBBC AB 啊，这个其实还好了啊，反正这个 language 的每一个字串，嘿，每一个字元都做这种取代之后的字串，就形成新的 language， 嘿，就形成新的 language 哈。嘿，那这个实际上是蛮简单的啦哈。啊，他说的简单就是说，其实一个 regular language 啊哈，嘿，我可以去找到它的 regular expression， 嘿啊，所以你就把 regular expression 找出来，然后它做 homomorphism 的时候啊，你就把 regular expression 里面的每一个字元也做 homomorphism的那个取代，嘿啊，取代完之后还是一个 regular expression， 嘿啊，这个就是做 homomorphism 取代完之后的那个 language 的 regular expression， 嘿啊，既然可以找得出它的 regular expression， 当然，嘿，做完 homomorphism 之后的那个 language 也是 regular language， 嘿，也是 regular language 哈。嘿啊，这个当然比较简单啦，我本来想到说，欸，用 regular grammar 也可以啊。Hey, 你 regular grammar 每一个 production rule 里面有出现的那个字源，你都做 homomorphism 的取代啊，新的 regular grammar， hey, 新的 regular grammar， 那它也保证，hey, 它也保证是 homomorphism 之后的那个 language 的 regular grammar， hey, 其实差不多啦哈，hey, 差不多啊，好像 DFA 比较不太容易取代，嘿，那当然也可以取代啦，只是说变成那个一般化，那个定义就要变一般化哈。好，另外一个运算叫做 right quotient， 嘿 ，right quotient 是什么意思啊？嘿，他说两个 language 做 right quotient 哈，它的定义是，好，那它的字串呢，啊，哈，它的字串是 exit， 那也就是说，他说如果我从第一个 language 里面找一个字串，然后这个字串的后半部是 L2 的字串的话，那它前半部就是这个 L1 跟 L2 做 right quotient 的 language 的字串，也就是说把原本 L1 的字串它那个就是结尾的部分扣掉一部分 L2 里面的字串，所剩下来的那个字串所形成的 language 就是 L1 做 L2 的 right quotient 之后的那一个 language 哈。好，那好像有例子啦哈，看一下他的例子，他说如果 L1 是 AMBM N 大于等于 1 M 大于等于0连级 VA， 然后 L2 是 VM M 大于等于1哈，他说 L1对 L2 做 right quotient 会是什么样子，哎，会是什么样子哈，那就后面扣掉 B 的，然后就是至少扣掉一个 B 的状况，哎，至少扣掉一个 B 的状况哈，哎啊，所以大约这个就不见了啊，这个是不是还在，这是不是还在，哎，这个好像还在哈，啊，你说哎，后面这个 B 是不是就扣掉，但是因为它扣掉可以扣掉任意多个，嘿，所以其实它大约还可以留任意多个，还可以留任意多个哈，所以它大约就剩下这个吧，嘿，剩下这个吧，看是不是，我想有没有想错，嘿，好，那所以它真的剩下这个，因为后面这个就不见，它没有办法扣掉 B 的字串，还属，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扣掉 B 的字串呐，啊，哈，嘿啊，所以就不在这个里面哈，不在 L1 对 L2 做 right quotient。Hey, L1 对 L2 做 right quotient 之后的那一个 language 里面，好，那他说反正这个就想办法也来找 L1 跟 L2 做 right quotient 之后的 DFA 吧，好，那他先举个例子哈，他说 L1 以前面这个，以刚刚前面这个例子啦哈，刚刚前面这个例子哈，他来找 L1 对 L2 做 right quotient 的 automata，好，他先把原本 L1 的 DFA 画出来，嘿，那他就是任意多个 A 啊，至少一个 A， 然后后面接着任意多个 B， 嘿，连个 B 的话就在这边 accept， 至少一个 B 在这边 accept 哈，啊，如果再出现 A 的话就跑到这里来，好，啊，另外就是可以有 BA， 好，所以这边 accept， 啊，之后如果还再出现其他的 AB 就跑，一样跑到这里来，啊，这边就跑不出去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啊，好，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就看，嘿，从任何一个状态能不能走 L2 的字串
能不能走 L2 的自串走到 final？ 走到 final 哈。那 L2 的自串至少是一个 B， 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不好意思，再看一下。L2 是至少一个 B 啦哈。好，那所以这个时候，这时候来看一下哈，那这个自串走至少一个 B， 哇，就走到这里来。走到 Q3 或 Q5 就走不到 final 哈，所以 Q0 不行。好， Q1 走至少一个 B， 走得到 Q2， 所以这个好 Q1 可以。好， Q2 走至少一个 B 也可以走到 Q2。 好， Q3 走至少一个 B 走到 Q5 啊，走不出去了哈。Q4 走至少一个 B 也是走到 Q5。 好，那所以 Q1 跟 Q2 可以走到 final， 其他不行。好，那所以现在就只把这个可以走到走 Q2 啊，走 R 走 L2 里面的字串可以走到 final 的那些状态才定为 final， 其余的就不再定为 final。 好，所以现在 Q4 不是 final， Q1 跟 Q2 是 final， Q1 Q2 是 final， 大概就这样的哈。好，那就把这种做法大家就把它正式写出来。他这里正式写出来，他正式写出来，他是说MI， MI 就是说我先把 L1 的 DFA 找出来，然后 L1 的 DFA 然后找完之后，他就之后我新定一个 DFA 叫 MI 这个 DFA 跟原本 L1 的 DFA 几乎完全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那个 initial state， 我就从 initial state 哈，就每一个状态当一次 initial state， 然后我去判断这个 DFA MI 这个 DFA 跟 L2 的交集是不是空集合，如果不是空集合的话，那这时候 QI 就可以当做 final state。如果是空集合的话 ，QI 就不当做 final state。因为这个可以做得出来，然后因为它也是 regular language， 所以就这么做了哈，大家就这么做，所以就到最后，不是空集合的那些 initial state 才当做真正的 final state 哈。好，那他再举个例子，哈 ，L1 是 A star B A A star，L2 是 A B star。好，那理论上把 L1 的 DFA 画出来哈。好 ，A star B A A star， 其他的走 B 的话，就跑出去了啦哈。好，那这时候，这时候理论上每一个状态是看看走 A B star 能不能走到 final， 这时候的 final 就 Q2 哈，走 A B 哇。走不出去哈，走 A B star。好 ，Q 0走不出去 ，Q 1走 A B。好，但是因为它是 B star， 所以可以不用走任何一个 B 啦哈。所以它可以走到 Q 2， 所以 Q 1可以哈。Q 2走 A， 所以 Q 2也可以走到 final。Q 3就不行，所以最后的 final 就是 Q 1跟 Q 2。最后的 final 就是 Q1 跟 Q2 哈，那所以好，那这个 language 这个 DFA 哈所 accept 的 language 应该是 A star B， 还有 A star B A A star， 他所 accept 的 language 大概就这样 A star B 加上 A star B A A star， 他说其实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变成 A star B A star 啦哈，就是说这个 B 后面连个 A 的就是这里的做法， A 后面B 后面至少一个 A 的就是后面的做法所以这个就 A star B A star 这个还好啦哈。好，那我们这一段影片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